片花开，我已从睡梦中醒来。让我们畅游在音乐的海洋里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欢迎继续收看本期的音乐视频。随着九月奇迹疑似复婚的消息发出，他们的火热程度那是蹭蹭上涨，尤其是王家卫的双排键的前景令很多人折服，如果不在现场亲眼所见，真是不敢相信。和凤凰传奇相媲美的九月奇迹，因为王家卫的双排键在乐坛里是独一份，经常混搭多种风格的歌曲进行演唱。这首高山族山歌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独特的男女对唱方式使得歌曲有了新的感觉。天水长澜，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呐，一水长围着青山。奇迹一贯的风格都是爱国风，尤其是这首《中国美》备受欢迎，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他们的入坑曲。两人激昂的演唱，唱出了中国锦绣山河的大气磅礴。乐坛奇才刀郎自己创作过很多经典歌曲，但是没想到竟然还会弹奏双排键。演唱会上，刀郎即兴弹奏了一曲《人工眩晕》，双手弹琴的速度让观众眼花缭乱。估计王小伟也想不到，刀郎的双排键演奏超越了自己。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